有着娱乐圈纪检委之称的王思聪，虽然喜欢怼明星，但是也有不少明星和他关系不错，比如他的最佳 CP 林更新，还有游戏好友陈赫等。女明星里和王思聪要好的不多，除了王思聪力挺的杨幂，还有游戏迷 baby。有着七哥之称的戚薇绝对算得上一个。王思聪刚做小聪秀的时候，戚薇就是这档节目第一期的嘉宾，当时提到了戚薇正要上映的一部电影，耿直的戚薇就直接问王思聪等上映以后要不要包场。王思聪表示包场肯定是要包的，只是包多少的问题。而且王思聪还表示电影刚上映的时候要留给真正喜欢这部电影的人去看，如果自己包场要在电影上映后一个月才行。随后戚薇问王思聪万达全线包下来是要多少，王思聪非常豪气地表示按 25% 的排片率，万达所有的影院包下来大概要4亿。这个天文数字惊呆了不少观众和网友，果然是第一富二代，随随便便帮朋友包个场就要上映。